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哦，真的是蛮舒适的哦，尤其面临这个北侧哦，人行道有 4.4 公尺，南侧的人行道有3公尺哦，所以说让提供的行人很好的环境，而且大家看到这脚下都是透水砖，比较不会人行道就积水。我们公园南路、海岸路的道路优化，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行车环境。在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篮球场跟公园，可以提供亲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，这等于是一个示范型的公园，所以这个区域几乎可以说是六星级的哈，不仅是道路、人行道、公园、球场，样样都是最好的。当然非常感谢营建署的支持，能够让我们提供北区一个好的道路跟休闲环境。既然叫做示范，这是标准，但是将来我们一个一个、一段一段的路都要努力来改善，也希望说台南市我们这个生活品质的提高，我们一步一步来做。